聯合國嘅氣候變化會議 COP29 咧，目前就正喺阿塞拜疆嘅巴庫展開，由尋日揭幕一路去到11月22日咧，會議咧都喺聯合國匯報嘅2024年會係地球有史以嚟最熱嘅一年作為背景嘅。咁啊，另外咧，我哋都經常提到嘅氣温上升1.5度呢個警戒線咧，亦都會喺今年達到嘅。環保組織Russia 嘅照魚圖將會以非政府組織觀察員嘅身份參加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今年嘅會議，其實大家應該有啲咩預期，會討論啲咩嘅咧？其實今年呢個 COP29 即係第29屆嘅峰會咧，其實有幾個嘅焦點係大家會注目嘅。第一個係所謂 climate finance， 咩意思呢？其實就係氣候行動融資。咁咧呢個其實係喺聯合國嗰個嘅氣候框架協定裏面已經規定咗，亦都係巴黎協定裏面做咗一個決定，就係話所有發達國家係要提出一啲嘅方案咧，係支持嗰啲嘅發展中國家去應對佢嗰個氣候嘅行動。另一個嘅課題就係講到嗰個嘅碳交易，咁咧就所謂 carbon trade 同埋個 carbon market。喺嗰個氣候峰會嗰個嘅嗰個框架協定裏邊，巴黎協定裏邊咧，係有規定咗會有一個嘅碳交易嘅個市場同機制要成立。咁亦都係講好幾年，慢慢將呢啲嘅機制啦，同埋嗰個所謂嘅條款咧，要 set up 嘅。咁所以今年係呢兩個好重要一個嘅指標，究竟呢次嘅 COP 係咪成功？嗱，我哋經常都聽到咧，每一次聯合國嘅氣候峰會去舉行嘅時候咧，都會打出好多嘅承諾啦，好多嘅計劃啦。咁然之後都有一啲嘅界限，有啲限期嘅。咁但係每咧呢啲限期都係達唔到嘅，於是咧所有嘅限期、所有嘅目標就變得更加迫切。咁而家到你到今日嚟講，頭先我哋都講過一啲嘅氣候暖化嘅問題，似乎都相當之嚴重。而今年我哋都見到好多天災嘅發生。咁係乜嘢令到呢個氣候融資需要去更加有迫切性咧？啱啱幾個禮拜之前，西班牙先大水浸死200多人，咁但唔係淨係嗰啲見報嘅先，嘢好多嘅旱災啊、饑荒啊，甚至乎譬如今年喺美國南邊颱風 ，OK， 咁啊講緊千億嘅損失，咁所以其實嗰、那個大家見到嗰個嘅災情已經越嚟越嚴重，即係氣候變化嗰個嘅所謂 impact 咧係越嚟越見到啦，已經喺眼前。咁但係而家我哋所講嘅都係發達國家啫喎，如果喺啲發展中國家裏邊，其實佢受災更加嚴重，咁佢哋需要用錢或者用好多嘅資源去對應，包括佢哋減排啦。包括佢哋點樣去適應啦，亦都包括點樣去災後善即係講善後，呢全部都要錢嘅。咁但係佢哋根本你都冇咁嘅資源去做嘅時候，就好靠一啲發達嘅國家去做呢樣，亦都係嗰個嘅氣候協定嘅裏邊嗰個嘅所謂條約裏邊所要啲國家要遵守嘅。咁所以而嗰個嘅氣候協定裏邊都要包括咗2025年嘅時候係會再大家會再傾一個所謂一個嘅集體嘅一個目標。2025年，咁所以其實今年就已經係去到個所謂 deadline 嘅時候，一定要見到呢樣嘢出現。咁所以你會見到咧，一方面係嗰個災難，另一方面喺嗰個條約上面一定要大家去做到。咁所以究竟會發生咩事，我哋其實都唔知道。其實一講到氣候融資嘅時候，每最困難嘅就係邊個俾幾多，邊個收，愛嚟做啲乜嘢？冇錯。咁呢啲嘅細節其實有一個嘅咁樣嘅指引嚟㗎啦。未啊，其實因為就係傾嚟傾唔掂數，因為其實發達國家就話：雖然個條約裏邊要我哋去做呢樣嘢，但係我哋仲諗好多計，究竟可以點樣逃避呢個責任？其實真實嘅。咁另外其實大家都好見到，其實唔同嘅發達國家，包括加拿大、美國或者歐盟，其實佢哋嗰個嘅預算上面或者嗰個財務上面，其實都有困難，好多嘅挑戰喺中間，所以更加唔願意去俾錢。咁但係同一方面，佢哋就會覺得我可以透過嗰啲私人市場啦，嗰啲 private funding 啦。咁但係發展中國家就唔制嘅，因為其實你哋啲國家其實係最主要負上責任，你將嗰個責任搬咗去我哋身上，或者搬咗喺個私人市場上邊，咁其實唔負責任嘅。其實咁，所以喺呢方面其實不斷拉鋸，已經唔係今年㗎啦，已經有好多時嘅拉鋸。咁另外頭先你提過，其實有幾多錢？其實呢度講緊嗰個錢個數目咧，喺2020年嘅應該係要每一年有1000億美金嘅一個嘅所謂黑氣候融資。其實由2025年開始，大家估計應該要有5000至10000億嘅每一年。有咁多嘅大問題要傾嘅時候，要喺呢10幾日嘅會議裏邊傾完，有冇可能即係你有幾樂觀咧？每一次其實我哋去到啲氣候峰會咧，其實都會發覺其實你帶住期望去離開嘅時候會失望，咁同埋嗰個。
過程咧，其實係呢十幾日其實好重要，但係往往要做嗰啲功夫咧，其實唔係呢十幾日發生嘅。其實有好多嘅細節或者個所謂 proposal 咧，其實喺過去嗰半年已經慢慢陸陸續續喺個台面㗎啦。只不過而家去到一個 point 咧，就大家所有啲各國代表就坐低真係攞個錘嚟去揼嘅時間。咁所以其實咧就唔係一定而家做曬，即係正係呢十幾日先做嘅嘢。但係都有可能咧，係可能佢哋有啲嘅好。英文講 wishy-washy 嘅條款走出嚟嘅時候，其實跟住咧就要再跟進，再可能將一啲個 concrete 嘅嘢擺出嚟。咁所以往往嗰個 process 嗰個過程都係咁樣做。而家都唔清楚點，因為已經先啱啱先開始。嗱，其實你作為非政府觀察員去參加呢個會議，今次係你第六次啦。以你嘅經驗，以你而家望住一啲嘅與會嘅國家佢哋嘅態度，你覺得你會個焦點會放喺邊度？你有啲咩期望？因為呢個係一個公正嘅問題。咁究竟發展中國家佢哋所面對嘅問題，佢面對嘅災難，有冇人幫佢哋手？有啲咩資源擺出嚟？其實呢啲嘅會議其實係代表咗擺出一啲方向出嚟。雖然有陣時個進程好慢，但係的確每一次都有少少的咁多多的咁多多，但係慢到咧，我而得佢快啲嘅。其實因為其實的確嗰啲災難嚟得好快好大。咁無論大家對於氣候變化嘅轉變，對於世界影響嘅立場係點，甚至係氣候變化呢件事存唔存在，你嘅諗法係乜嘢都好。今次嘅會議咧，其實係一個國際嘅大型會議嚟，咁加拿大咧亦都係重要嘅一份子嚟嘅。